在是一种美丽的画面和一种心情，比较阳光的心情，所以说连着天都等的呀。到处是一年，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鲜艳的，比如说浅粉色啊、绿色啊、蓝色这种比较鲜艳、比较亮一点的颜色，充满生机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觉得是一个让人觉得阳光明媚的一个颜色。然后这次导演的选景也都非常的巴适，我相信很多不仅是成都人，就是外地人看了也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说到专辑嘛，好像专辑差不多，录的收得怎么样？你都说录的差不多了，还是说？晕了还不开心劲吗？就是反正差不多了嘛，反正年底演唱会之前肯定会发专辑。这是一种哪种专辑？中文吗？还是？中文。嗯，就是会咋说呢？我觉得是更贴近我自己的性格的专辑，因为以前大家都晓得我唱一些情歌啊，特别慢，特别比如说都是有点苦情歌的那种感觉的东西，然后总觉得我是一个很受伤的女人，就是感觉是很容易被打击的那种对象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呢是属于不大容易受伤的那种人，就是还挺乐观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呢表现更多更贴近我的性格的那种曲风嘛，然后歌词也不会再那么苦。这张专辑有没有自己创作？因为上一张 EP 有多少？我有尝试过，但是我觉得收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还是把这些东西提出来了，我觉得还不够好，还需要再接再厉。是跟哪些合作的？哪些音乐人合作的？现在公司还没开发布会，晚点嘛。这个演唱会好像只有北京和上海吧？嗯，只有北京和上海。我还让你想着回来。这个就不晓得了，演唱会不是我想在那儿开就在那儿开，就是还是要需要很多就是商业上面或者公司啥子安排的，我也搞不懂了。然后。反正我还是，其实我是多想回来开的。去年子在成都开的演唱会也很成功嘛，然后在家乡也意义特殊。我就看，哎，我其实我真的很想回来开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上。要唱吗？喂，不要手机啊，不要手机。好。来嘛。啊？结果你一直没插话筒的时候，插到了，开始吧。那我就只开始演这个哈。I love you, I love my city， 就像你永远爱我一样。I know you are the rainbow of my heart， 就像你。